法師們，大家估下佢哋做緊啲咩嘢呢？会到集体创作，我在众中融入，
鼓我的一种精神。那腊八粥，诚如经典上所说的，粥有实力。过去我们每年都以腊八粥供养节约大众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的分送给大家，但是我们也愿意把我们今天所主持的腊八粥的功德，把佛陀的智慧、光明、欢喜回向给大家，祈愿所有看到这支影片的您以及您的家人能够身体健康，少烦少恼，具足生命的正知正见，拥有善因善缘，能够昼吉祥、夜吉祥、昼夜六时、恒吉祥，一切都能够随心满愿。那在这里我也附带提一下，星期天我们香港地区的佛学会考，所有的考生参与线上视讯会考的您，记得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春节初三以前，您要记得回佛光道场来领取佛学会考的结缘品。祝福大家。